大家好，我是旭哥不可汗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星际仙轮。好，那旭哥接下来分享这游戏啊，官方认证 T0 最强的职业，还有这个最强的隐藏版的红神装啊，都可以免费拿，还有这个翅膀啊、神装、神宠各种最爽的福利，很多好用神装啊，然后翅膀，以及这游戏最多礼包嘛，隐藏版的序号，开局就可以领到这么多啊，超神，有没有？翅膀超美。然后还有像是仙灵啊，然后造型啊、时装这些东西，灵奇、神装、神宠，最强的攻略、最强的福利，还有最强的职业，都在这一集攻略分享给大家，以及的最快速练功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旭哥来分享这个游戏官方认证啊 T0 最强的职业。那这个游戏的职业很多，可以看得出来有地藏，每个游戏都一定要有光头啊，一定要有地藏，笑死。龙吟，然后琉璃，琉璃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，它有点像彩虹色。神策，然后凌霄，还有道士，以及天师。好，那官方认证呢 ？T0 最强的职业首推啊，天师非常好用，输出型的。而且为什么他头上贴个符啊？有点好笑，僵尸是不是？那现在这种手游真的都要有僵尸，要不然就是要有这个地藏，有时候还会有那个魔地藏，很好笑。现在的 MMORPG 都变这样，那道士也算是不错用的职业，只是他这个造型真的蛮不讨喜，旭哥不太喜欢。好，那凌霄也是非常优秀，也是 T0 的职业，也可以考虑开局用这个凌霄，而且他的造型好看多啦，开什么玩笑？哦，有这个白丝袜再加上翅膀，这个造型蛮好看的。公主装，然后这个是恶魔装，恶魔装蛮性感的。凌霄，然后神策，神策的造型我们来看一下，有这个黑翅膀，还有蓝色的翅膀。他是说有赛博朋克，有这个科幻风，应该就是这个蓝色翅膀吧？笑死。好，接下来是琉璃。一样是官方认证 T0 最强的职业，还有这个圣诞装哦，刚好应景一下，刚好今天圣诞节，有这个圣诞装，然后有这个海边风的，最近好像玩好几款都有这个海滩风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他们是不是都有讲好？接下来是龙吟，有这个绅士装啊，最后就地藏嘛。正身好，那我们就用琉璃吧。T0最强的职业，而且够性感。玩这种游戏一定要选性感的，性感度等于强度啊。来，好，那我们就赶快解任务，标等级，目前四级。然后他有送 VIP 什么的，都差不多。就是这几款旭哥最近玩的都差不多，就是修仙啊这种手游，最近实在太多了。好，然后就是奖励赶快领，领完就是等级赶快升，前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它前面的等级实在是升得非常的快。好，轻松，还要解救灵狐。现在13等，快速练功。那成就记得解一下，反正就是有神装、神宠都可以拿，他们会一直送。像这个神宠已经拿到了，坐骑，一键升级。好，解一下。现在17等。
飙得很快。好，哇，可以直升150等啊！这是给课长的一些福利啊。哎，来时装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有灵旗，就是神宠。来，现在21等，等级飙起来。技能都是一键强化就 OK 了，玩法就很相似啊。有这个仙灵，我们现在是仙灵神将青龙尊者，24等了。来，领奖励。好，旭哥来分享这游戏最新、最全、最多组的礼包码，还有隐藏版的序号详细拿法。那我们首先点画面右下角的选单，选单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画面最左边有福利，福利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画面的这个右上角一个兑换，点进来这边就可以输入礼包码了。好，那我们输入这个 VIP666， 我们输入这个 VIP666， 才显示领取成功了。到信件去领取就好了。接下来 VIP777 按领取，它一样显示礼包领取成功，拿到邮件去领取。接下来是这个 VIP888 按领取，一样显示礼包领取成功。接下来是 VIP， 然后999按领取，一样礼包领取成功。反正礼包很多啊，有没有跟着旭哥把隐藏版的福利都领起来？试一下55可不可以？哎，55也可以。啊，111呢？哎，11也可以。应该是可能12345678910，22也可以。好，所以只要把这个后面的数字改掉就可以了。那333也可以。看有没有444，哎，444也可以领，笑死，全部都可以领。VIP 一到九，12233，这样一直领到999，全部都领给大家看啊。那神装神宠一样，全部领起来。那福利这边送很多，现在这种游戏就这样，它有等级奖励嘛？那你开局呢，一直冲等，就会有神装可以拿到了。这边等级冲上去，很多神装。这边有灵丸啊，然后往上的话还有更好用的，像是金龙项链，然后玫瑰花，然后还有这个神装翅膀，阴阳无极，然后这个幻子家人一样神装翅膀，还有这个灵坠，这个耳环，哦，这个加成很多，破甲372，道法伤害7444。攻击或甲道法伤害加成都很多，还有这个月华项链，一样是红神装啊，加成好多啊，攻击破甲道法伤害，所以这个神装再加上所有的翅膀啊，然后神装神宠翅膀，最快速练功，最多礼包码隐藏版的需要都在这一集分享给大家了，还可以领这个免费的 VIP， 大家看到吗？好，所以这攻略分享给大家最爽的福利。那大家记得订阅旭哥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，我们下一集攻略见。